说到来劳动节就要到啊，今仔日就劳工团体宣布，伫劳动节迄天，因要上街道抗议执政党拢无真正要改善劳工的权益。因嘛提出，包括薪水爱调悬、爱保障非正职的工课等等四项诉求，呼吁政府就要重视劳权。八年全执政，八年全执政，劳工算总账。几个民间工运团体做伙伫凯道开记者会，表达因对执政党的不满，嘛宣布伫疫情当下，防疫放凉，会传领劳工朋友做伙就凯道来抗议。所以我们会从凯道游行到行政院，然后到民进党党部，去把我们的诉求整个讲出来。劳工团体也批评，即马真侪非典型的劳工，政府拢无咧重视。工运团体认为，台湾经济成果拢无甲基层的劳工来共享。总统蔡英文嘛表示，希望年内达成基本工资，达够新台票30000块，嘛无法度实现。批评政府伫薪资调整、缩短工时等等，拢无积极。国家要恢复。先不要说蔡英文总统曾经表示，在他的任内。要达成基本工资30000块，已经是确定没有办法实现。连蔡总统自己列为选举政见的最低工资，也都没有办法推动。今年游行，劳工团体嘛提出四项诉求，要求政府重视。嘛，按算今年有超过5000个劳工走出来，伊嘛用行动局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，争取合理的劳动权益。记者踮了学界台北采访报道。高雄鳳山的慈惠關懷學院，昨予因進前的員工佮醫生指控因賣過期的物件，又佮醫生關起來一寡無妥當的行為。今仔日佮有人出來揭穿，講機構偷用人的名義請講師費，又佮召開理監事會議。即嘛是已經佮機構提告妨害自由、詐欺，又佮有請囡仔講等等的罪嫌。朱辉学院是回应讲，因会阁找一个时间统一对外说明。那市府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要来介入调查。经应审，提公司表证明，去年中秋节前几日刚上班超过14点钟。另外一个人则是指控本身有讲师的资格，无讲上课，说互冒名来领讲师费，四当内有可能互冒领20几万。阁有人讲，互要求伫个社群软体当中加无关怀学院的李干事，互线上理事会通过国议。因为我是机构原生，然后我有考取证照，所以他利用我的名义去申请讲师费，修改我的名字，改成黄圈凯。理事的名字，召开一个假的理事会，他们发起要劝募，所以他们需要开一个理事会通过。有时候我们做到半夜，叫我们起床，他都会说我们东西都还没做完，我们东西都还没做完，有什么资格睡觉？18号有理事员刚出面控诉了后，19号又增加6个人来指控，在律师的陪同之下，提告着妨害自由、妨害秘密等等罪嫌，嘛一并提告因有请童工的嫌疑。冒名就是去请领这些补助的部分，第一个首先一定是对这些社福单位构成诈欺嘛，那再来是未得院生同意，可能就是伪造文书等等的问题，那至少刚刚所列就有。4个罪章，院生提到这些行为啦，那也有机会去构成所谓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里面身心虐待的规定。越来越多人出面，似乎已经成立着跨局处专案小组调查。不过高雄凤山慈惠关怀学院则是表示，以后会阁召开记者会，一一说明相关的事宜，拢予律师来专权处理，因无要阁回应。记者王刘婷明、赵权跟报道。